二一走。有趣点是因为呢，艺人，然后猜另外一个艺人，他说韩综里面，然后突然很尴尬，前辈不好意思，对，然后明明是前辈哦，你喊不出来，今天不会这样弄文吧？我不知道，别的 YouTuber 都讲不出来。反正呢，我们就是照顺序答，然后例如说卡特答对就立马换我，答错的话呢，我要延续他的题目，所以不能放空，不能说啊，这题就是你的题目啊，没有放空，不认识就放空，要讲到大家都讲完为止，然后全部都答不出来，工作人员就会出来，OK 吗？然后错的话呢，用我就怎样？答错就给他打去打去。那我今天小无锤又来了，好不好？打不得。错的话 ，Kenway，OK，、okay, 今天准备好像100多题，哇，好久，玩这么久，对不对？我要打25次，因为这很快速，对，要节奏出来，节奏，五、六、七，走，宋仲基，陈冰冰，陈冰冰，我下一张，那个陈冰冰，蚂蚁，不能攻打，那陈冰冰还没到你，那你可以指是现在是谁要打吗？还有这么难吗？很难吗？我们又不是那种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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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们就是照顺序。换你知道就换你答。我们照顺序 ，OK。大家换顺序题目。好，三二一，走。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会啊，是小林啊。谁啊？我知道。神隐吧。他是画风带着千寻。对。我看过他，我知道神隐少女，可是他是谁？他拿着两个。对，他那时候去找锅炉爷爷。三二一，走。谁？唐太宗。不是。范蠡。不是，康熙。耶。康熙。你确定是康熙？只是因为喊到不能喊。因为我是真的知道康熙。因为他这张照片在历史课本会出现。对。好，到这边了。有点像 Danny。哪里像啊？真的有点长，然后眼睛有点像 Danny。小小的。应该会哭吧？那我修正一下，这张是。公正，靠，都长一样。三啊，波特王啊，好强哦！你会完蛋了？你会十天？对，下一个。哎，幸好你答对。我都知道，你知道，我知道。他不知道，他伊莎白。哇，你说最近过世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我知道年轻的时候，对对，蛮年轻的时候。朴叙俊。Yes， 哦。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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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呀？哎，我剪得很好哎，上一张、下一张一样，这是谁？没有一样，没有啊，差很多哎。啊，那个谁的老婆？大家不知道？瑞，哎，是瑞吗？谁的老婆？不是，啊，金泰熙是吗？不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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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石头，哎呀！快笑！
我很紧张啊。好，我知道那个瘦子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打，我打，丫头，丫头。丫头，我打是谁啦？我会耶。哎，我也会。圣先拿，圣先拿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想不起来他名字。瘦子蛮像。瘦子不是吗？演那个《流星花园》的。啊。不是，哎，这我知道，哎，哎，就是巧虎，巧虎岛没有人，嗯，妹妹，妹妹就是巧乐比，不是，那是鸟，那是鸟，琪琪，那琪琪，那是鸟，而且是巧乐比，巧乐比，对啊，巧乐比啊，它是琪琪，是一只绿色的鸟，鸟啊，我知道琪琪，我很爱看巧虎，因为我没有看巧虎，超怪，我很爱看巧虎，琪琪，哇靠，哥哥加油，那个。Oh my god， 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怎么看得出来啊？我看得出来，你看，我知道。但我不知道叫什么。好，换人。我忘记他名字。我忘记他名字了。志志宁。哦，志宁。志哦，知道了。志校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志校对志校啊。宋志校。宋志校。有有有有。有没有？乔巴乔巴哦，后面刚才。那个，等下再往。哦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看电视吗？我打。看电视的，看电视。看电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要等他，等他，等他。小知道吗？小知道，先打呀，先打。来来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陈孝萱，陈孝萱，哇，好漂亮哦！精华，精华，好啊。好，肖小兵，肖小兵，金小的，这应该会吧？好惊讶，就是安娜。哇，哥，我会，我会，我知道。啊，我会，我会。毛毛，李佳薇，哎，哇，他是谁？帅啊，孔刘！哎呀，我要走住！
后两个人长得很像。送五画，画画画，是七字棋。安倍出来给过了，李依晨，哦，好美，好美，太简单了啦，来，烟卷，是谁？我知道，是韩国人，真的吗？对，律师，不知道本名，余英余，本名，我认真本名，什么朴恩斌，对，朴恩斌，好强啊，小莫，耶，他本名，他就叫小莫，是吗？对，周子瑜。新原贤一，好美哦、喔。对啊。啊，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也是女神。哇，看出来嘞。李治林。不是，我太开心呀。来，谁来？大漠博士。对，那个、啊，刚那个、啊、怪兽的那个、啊。好心虚啊！你心虚还责任啊？那普希。哎，普希会生气。怎么说的？走吧。普希会生气吧？啊。我知道。彭于晏。对。真好不像他。我知道，我知道 ，Energy 的。对，不是啦。小刀，小刀。对。大胃王什么的。来。啊，你不知道？对，他很会吃。对，我知道。我知道。好好。对，对啦。大胃王好好。讲不出名字，知道是大胃王。哦，这名字。哎，你怎么不会？你不是很爱看柯南吗？哎。看看一下。小智。我会。小智，是不是会聊？你也不会。打到我。光彦。光彦。对。啊，我知道哎，看得出来哎，看得出，其实看，我看得出来哎，我看得出来哎，像其实大家都不一样哎，来大家一起讲，一二三，弟妹，超像的，有感觉，弟妹是弟妹对不对？对，弟妹有，小粉，兴趣了，小粉，好好好。小病毒，小病毒，那个小病毒，怎么了？细菌跟小病毒，真的？阿姨那个有跟太严厉了，大姨，那个是那个李光洙扮那个那美人，没有了，好快啊！哎，你很快就好玩哎，好玩哎！我们现在剩两张照片，我来抢答，二一走。陶晶莹，哎，这样蛮好玩的，三个领域的出席。可以，这你们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，这场蛮好玩。讲答这场可以讲的，做 ending 吗？哎，对。哦，对对对对。现在就喜欢旅游高富 ending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人脸辨识大挑战啊！只能说卡通王居然是胜元哎，蛮厉害。琪琪，我吓到呢。大老板哦。大老板才吓到吧，琪琪。大老板，大老板，大老板好难。还有什么？好了，喜欢我们流浪人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关注、关注、关注，拜拜，开铃铛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